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ellow 的小胡。今次有份參加呢個第二屆的埋班座呢個 project 咧，見到咦好得意喎！呢個 project 係玩咩㗎？咁就係同一啲新進的音樂人啦、填詞人啦一起合作，咁去做一隻新全新的歌啦。咁我覺得幾得意嘅，一班唔識的人坐埋一起一傾音樂，就大家都雞啄唔斷，都大家有唔同的想法咁咯。其實最主要是我覺得。我和阿維的是經驗，而一班新進的作曲、音樂人、填詞人呢，他們有的是新鮮的想法，如果互相困埋，我覺得會做到一件事出來是挺 ideal 的，對於我來說挺正。我就很期待今次擦出一個什麼的火花出來，始終我可以單飛了嘛，等了這個機會很久了，大家密切留意我的單飛作品。青春觸發音樂，創意感染世界。